我真的记得是龙哥。所有的衣服都不同。三、二、一。是太原龙呀！带孩子。我输。我输给你们送妈妈。青少年宫，一个数学题里小明花20分钟可以走到的场馆，也是一代代青少年们兴趣启蒙的第一站。青少年宫的工作人员们长期致力于开展和而不同的特色德育美育工作。本期调查员们将走进 Offer 青少年宫。老师好。 Hello， 大家好。开启第六场职场体验。来了来了，那个小朋友是数学天才啊。各位将迎来第一个职场体验任务。在青少年宫有一项颇具难度的日常性工作，给小朋友拍照。调查员们需要在10分钟内记忆青少年宫合唱团花名册上的29位小朋友的信息，并依据给定拍摄对象名单，在合唱表演时为其中5位小朋友拍摄拍立得照片。导演结束后，调查员们拍摄的照片全部正确，则挑战成功。本次任务需要4至7人协作完成。我们接下来将去档案室查阅合唱团小朋友的资料。好，这个是合唱团的小朋友的花名册。各位的时间尽量控制在10分钟之内。好，啊，等一下，我们可以先拿笔和纸做笔记吗 ？OK， 可以。好，我把这个交给你们。好好好好。好开始，一张六个，六个，分着分，快快快快快，分一张吧，快快快快快快，那六刚好，1、2、3、4、5、6，这个叫做，这咋记呀？这，哇，有点难。还有他的生日跟爱好，大家最好把他的生日写一下，我们到时候可以核对一下，确定是不是那个人。真的是疯了。你还写的帅，我也是。各位调查员，还有5分钟，请各位抓紧时间。可以写一下他们衣服的颜色。你们两个在写那个，那我还可以写哪？你写，我要看你这个，我这个不用写了。你们两个让一下。各位调查员，还剩1分钟，请抓紧。我要把我自己记住了。就真不太好记，你们真的记得住吗？我刚才6个我都觉得困难，真不好记。天哪，他们所谓的衣服都不同。10、9、8、7，好难。6、5、4、3、2、1，查阅结束。好，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去观看合唱团小朋友的表演。这个呢是拍摄的设备，这个是需要拍摄的小朋友的名字，请你们拿好。我认识苏，我认识他。我也认识苏，我一个都没有。谁认识李千启？李千启你应该有的。哦，在这5号。好，我跟你先认他，我跟你认他。啊，这个是谁负责？蔡元荣。蔡元荣，我是这是在谁的名单上？我这里，他是灰蓝色棉衣。陈嘉欣呢？陈嘉欣是谁？陈嘉欣在。陈嘉欣这里，他是花猫棉衣。好，你记住啊。他真会穿自己的衣服。我觉得衣服我真的很靠，我衣服真的不行。陈妍月。
程妍妍有人有吗？我这进了个程妍希。程妍妍，程妍妍，这里这里这里，程妍妍，粉红马甲，粉红腿。希望希望。天哪，里面是什么样子？哦，天哪！小朋友们好！哇！哇，你好！苏新月是谁？苏新月。嗯，好，好了。等等一下，等等一下。小朋友可以看一下。等等一下。小朋友，小朋友，安静，安静。安静，谁说真话给糖吃啊？谁是苏新月？哇！完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叫什么？我叫什么呀？我叫张雅琪。我叫张雅琪。我叫张雅琪。朱丽君、戴依然，我认得你们，肯定是你。哼、赵月霖，能举一下手吗？月霖是。啊，是你，赵月霖是你啊！你怎么长大了这么多？谁是蔡元荣呀？别问了，别问了，他们。我觉得别问了，就是按照他们的规则听他们唱歌。要不是他，要不就不是不是，我不是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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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眉毛没有往下掉。问题，苏新月，你确定的是哪个吗？这个，他就是一个长得很可爱的小女孩，长得很漂亮，然后他是长眼睛，这块很鼓，像仓鼠一样。谁跟我说谁是苏新月，谁就有一个小奖励。小妹妹，恭喜哥哥啊！你是苏新月吗？不要骗哥哥。蔡元荣，是不是？不是我，是你小哥，你是不是陈嘉欣？是，是真的挺好。那你生日是多少？2013年9月23日。我找到了一位。快拍他呀！是我们要赶紧拍了，这个歌结束了就要就结束了。你看头发，这里最像是他，对，他最像。先拍吧，我觉得他没。我感觉是他，是他，我感觉是最后排倒数第三个，我觉得是他。哦，跟你长得好像。是他，啊，是你。哎，快要结束了，要结束了，快快快快快！啊，太远了，太远。拍摄时间到，你们未在规定时间内拍到5张照片，请调查员们回到会议室。啊，挣扎。拜拜哦，谢谢大家，辛苦了。拜拜。哎呀，为什么这么难呀？我觉得要给大家发一瓶水了。谢谢熊，要给你发一瓶水。我也要喝水，我嗓子都喊晕了。接下来，发布第二个职场体验任务。本轮调查员们将进入朗诵教室，合力教授3位小朋友一段英文诗歌。如果3位小朋友在20分钟内成功接力完成诗歌背诵，则任务二挑战成功。此任务
需要2至5人完成，同时职场任务一将继续开放，你们还剩最后一次挑战机会，请各位调查员讨论将要挑战的任务及参与人员。我们又来了，这次我至少知道跟衣服没有关系了。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啊，好，你们记我说一个小点啊，就是有一个小朋友是15年，但年纪大一点的小朋友是12年，然后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身高和他们的长相，就有一些是非常明显年纪比较小的。嗯，这个我觉得可以记一下。中间那个小女孩是这一位。这个其实特征挺明显的。嗯，男生就几个吗？这两个。还剩1分钟，请抓紧时间，快点记。这个人真的长得跟新下课都不一样，都忍不住。这你能认出来是刚刚谁吗？我对不上号。这咋记得？10、9、8、7、6、5、4、3、2、1，查阅时间到。OK， 我知道他。哦，对对对，年代系也知道。大依然我都认识，我认识这两个。周心怡在我这里，林慕寒是我这儿的。李雨欣是我负责，李雨欣是我负责的。好，请随我来。快快快快快，趁我还记得。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么相信他，就是正常预言家不可能一下点狼坑点这么准吗？因为他很聪明。我知道他很聪明，但是他这样的发言，哎，就算这一轮我们那个任务成功了，我们也没有办法洗脱嫌疑，总比坐在这好吧？我，哎，走嘞。Hello， 你好，欢迎来到兴趣班。你好，你好，你好，你好。Hello， my name is 梁威。梁威，好不好 ？Hello， 你叫什么？曼姐。啊，抱一个。我们俩带孩子。还挺会带娃的，关键是梁威带孩子带得很开心。对对对，梁威啊！其实我们的卧底身份基本已经暴露了，那我们唯一的至少是不输的机会，就是去让他们的课题尽可能的难以完成。小雅，我输了，我输了，我是狼人，我是狼人。我又回来了，辛苦了，辛苦了。为什么没有短发呀？我的是个短发。林慕寒啊，对呀，蘑菇头，他是蘑菇头。雅琪那个他不确定，所以我们要帮他排除掉。他有个林慕寒，他是个短发的蘑菇头，可爱的这样子，有个平刘海。你觉得哪个比较像？然后我们如果认出来，帮你排除掉。感觉有点。感觉有点像他是吗？对，有谁认识他吗？是林慕寒吗？完了完了，有没有可能是短短的绑起来的？这个呢？这边呢？完了，只差我这一个了吗？对。啊！先拍板，赶紧拍板选一个，我都快结束了他们。
我确定不是他吗？快结束了，确定快结束了，快拍拍拍。请各位调查员将拍的照片交给相对应的孩子，看看拍对了没有。这里，你来交吧。小朋友，请问你是周心怡吗？好的，好的。谢谢你。小朋友，你是李雨欣吗？嗯。是吗？嗯。哦，太好了，谢谢你。来，接着送给你。吓死我了。不好意思。啊，对了对了。小朋友，你的梦想是做什么？加油。你的梦想是做什么？就是个导演。嗯，改了吗？你还喜欢画画吗？也喜欢画画。嗯，我最喜欢的是画画。嗯，好。请问一下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我最喜欢7月23号。你呢？3月27。他是林木汉。你怎么换发型了呀？小哥真换了，他最近才剪的，好像。你最近剪的呀？嗯，他是那是蘑菇头的呀。蘑菇头小可爱，哎呦，怎么办？就我这一个错了？应该是。不影响。不影响，没事。那个照片该换换了。我们还有两个任务。接下来将发布需要体验的第三个职场任务，本轮调查员们将进入数学教室，和一位擅长数学的小朋友进行3场数字游戏比拼，若调查员在其中2场游戏中获胜，则任务3挑战成功。此任务需要25人协作完成。小学24级。同时，职场任务2将继续开放，请各位调查员讨论将要挑战的任务及参与人员。我车上有水，小朋友开始了，小朋友直接把吃给扔了。再给几颗苹果，别哈别，有个女孩子也是这个鞋子。我们靠别人躺赢。节目结束了，我不交。恭喜子墨小朋友挑战成功。我感觉这个小孩是他在用他那个奥数的方法，黄凯是在用那个三元一次方程。老师，哎呀，珍珠是9只，星星是3只，蝉是5只。小孩哥又赢了。